根据消息报道，中国的第二艘国产航母在11月已经举行了复工仪式，这也就意味着此前被中断的航母建造进程如今重新进行。其实第二艘国产航母的建造早已经在2015年就开始了，之所以迟迟没有露面，就是因为中间的建造进程突然被中断，而其中原因就是熟为人知的征改电。被称为我国的国宝级专家的马晓明院士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大家都知道，无论是我国的辽宁号航母，还是最新下水的第一艘国产航母，都仅仅装备了滑跃式甲板，这其实对发挥舰载机的性能有相当大的影响。一方面，滑跃起飞的舰载机无法在载荷上达到最优化，战斗力被严重削减；另一方面，滑跃甲板放飞舰载机的频率虽然已经被压榨到了极限，但仍然大大落后装备了弹射器的航母。如果要在这上面实现突破，就必须安装弹射器。那么到底是蒸汽弹射器还是电磁弹射器，一直都是第二艘国产航母争论的焦点。相比于蒸汽弹射器，电磁弹射器的优势是巨大的，比如节省空间，弹射效率更高，方便维护，不消耗弹水等等。但是电磁弹射器也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耗电量极大，所以一般认为只有核动力才能够为电磁弹射器提供充足的电量，常规动力无法满足电磁弹射器的用电需求。而第二艘国产航母目前已经确定是常规动力，如何才能实现电磁弹射器的上舰呢？答案就是马晓明院士研发的综合电力推进系统。综合电力推进系统使用计算机精确地分配舰上的电力使用，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所有电力，保证电磁弹射器的运行。正是此项技术上的突破，即使常规动力航母也有充足的电力，这就实现了中国航母的弯道超车。要知道，虽然目前的蒸汽弹射器在使用上已经相当成熟，但却已经成为了落后的技术。美国曾经在蒸汽弹射器上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如果中国直接跳过这段弯路，就能实现关键技术追平福特级航母。此前，中国一边进行第二艘国产航母的舰体建造工作，一边对比测试蒸汽弹射器和电磁弹射器的优劣。原本等到第三艘国产航母才会安装电磁弹射器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马晓明院士发现我国的国产电磁弹射器的进展完全超出预期，在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的支持下，上舰完全没有问题，所以第二艘国产航母才会被紧急叫停，以便进行舰体内部部分设计的更改，最终让电磁弹射器上舰实现一步到位。